蓝白河还是会继续进行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已经说出我们的想法了，剩下是国民党要去回应。谢谢各位乡民老板，谢谢支持，感谢支持啊，谢谢加油加油。常常被迫来，就是说家里长辈有生病，他们都是主要的照顾者，所以常常上面有公婆要伺候，然后旁边要负责家事，那下面就。我们常常把这种照顾小朋友的责任嫁给他们，从这典型的现在在我们中联路，你是典型的三明治，所以一样嘛，政治是解决人民每天生活的小事。好了，虽然蓝白河还是会继续进行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已经说出我们的想法了，剩下是国民党要去回应。